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耳机，华强北版本的五代 Polo 2顶配。看外包装跟官方正版是一模一样的。打开盒子，里面标配的是一个说明书，一个看着很多功能的耳机，快充数据线，还有这个耳机的胶塞。这款耳机胶塞增加了一个 XS 的号，这是给耳洞小的用户更好的适配。这款耳机目前是一个顶配的 UF1562AE 的芯片，明显的升级了两倍的双麦降噪 45dB， 升级了耳机的滑动音量控制，增加了充电仓的蜂鸣器的提示音。UF 耳机 APP 增加了一个查找定位的功能。这款耳机无论是外观还是音质都非常的不错，音质跟官方正品来对比还是有区别的，但是可以秒杀其他华强北版本的耳机。 Nice。